赛的后段才会上场。今天呢，再次的获得先发，这一个球挥棒落空，捕手呢做一个 tag 哦，确认一下，打者遭到了三振，叶楚楚。从中间拐进来的滑球，对左打者是非常有效的。就经常我们会讲这个球哦，在要击到球那瞬间，球会消失掉，你拐到里面来了。那他可以今天跟高国庆啊，都会阵雨都蛮大的。这一个球内角，结果高志刚哇，只能对着我们主审呢布莱恩先生呢笑一下了，灿烂的笑容，但是要收下这张老 K 了。米吉亚投出了第三 K， 结束这个半局，两局打完，双方还是平手。